吃的，都有钱，就有人去看就有啊。抓到去，我抓到去。你要请坐。那你要开这一台还是那一台？这一台。要叫小叔送给你好不好？小叔不说话了，因为小叔自己也要开啊。啊，你在抓你的臭鞋子。我洗干那个。臭臭。好，那个按怎么？按剪剪，那个就。我一万多吧。哇，出发。哎呀，丢几万个视频，那你试一下就几万块。要有人看。这个是挖土机哦。对呀、啊。你拍太垃圾的片了，没人看。所以为什么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在拍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片？对呀、啊，都是有原因的。一开始我认为，哎呀，他们是到底是靠什么吃饭？一个前世今生的因果报应。真是好多人。好多人，那你会倒退吗？哦，哦呦，滑很远耶，好像倒退可以滑很远。会这样子哦，楼下的会抓狂哦。公每次过年就不得，过年就不得安宁。我可以那么大力敲到墙壁，不然会掉。妈，死掉。这个 YouTube 我也是研究了半年才研究出来，啊，原来这个可以赚钱。啊？你网路啊，嘛去看 YouTube 啊，然后上付费课程啊。结果真的可以赚钱。付费课程。对啊。看啊看啊看啊。为什么依依那么想睡觉？我刚开始做的第一个月只收到一分美金，一分。因为刚开始做没有人要看。嘿嘿。啊！我要抓你了！等一下，我抓。哇，这可以这样子用滴哦。哦，可以这样抓那个球哎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有抓到吗？哇，抓到球了！嘿嘿，很快抓吧。哦，那我们再五分钟要回家了哦。两个人请背。对啊，以后我跟你讲，真的都是平台在赚钱。你靠在外面这样子一个一个卖哈，或是靠实体的东西，太慢了。抓抓抓！抓抓抓！